新买的哪吒。嘿，哪里跑？口干舌燥。小家伙们，你们玩什么呢？该回家吃饭了。我们不是小家伙，我们现在是哪吒。哪吒合体。不错不错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云朵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哪吒。然后呢？能不能给我买一个哪吒玩具呀？上个星期好像刚给你买过一个新玩具吧。我真的好想好想要哪吒玩具呀。云朵妈妈，您就当提前送给我生日礼物好不好？我保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上幼儿园。那好吧。云朵妈妈最好了。棉花糖怎么还没来？真是个迟到大王，我的格子都画完了。我来啦。看，我妈妈刚给我买的哪吒。哇，好帅的哪吒。可惜不会动，是个布娃娃。布娃娃怎么了？是哪吒我就喜欢。等我妈妈给我买了会变形的哪吒，我也拿来，咱们一起玩。好啊，那今天咱们还是玩说好的跳房子吧。好。皮皮回家吃饭了。好累啊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我妈妈应该也做好饭了。回家回家，我的肚子早就饿的叫了。再见。棉花糖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不能慢，玩了一上午的跳房子，肚子好饿好饿。蓝天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最近都成了哪吒迷，云朵妈妈还给我买了哪吒玩具呢。是吗？爸爸小时候也喜欢哪吒。吃完饭让我看看现在的哪吒玩具是什么样的。好啊，他三头六臂，可威风了。到底放哪儿了？我的哪吒怎么找不到了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哪里都没有，我的哪吒呢？糟糕，哪吒被我落在跷跷板上了。完了完了，过去这么久，一定被人捡走了。迷花，云朵妈妈知道哪吒被我弄丢了，一定会生气的。蓝天爸爸，我刚才想起来，我把哪吒借给皮皮玩了。借给皮皮了？嘘，保密。这有什么好保密的？对呀，懂得和朋友们分享，应该受到表扬才对。棉花糖，晚上想吃什么啊？哪吒，哪吒。棉花糖，你看，我妈妈也给我买了哪吒玩具，我这个能变形。好厉害呀！皮皮妈妈，这个玩具不便宜吧？可不是，比我的一套化妆品都贵呢。其实啊，你让皮皮玩棉花糖的哪吒就行了，我们也不着急玩。棉花糖也买了哪吒玩具？对呀，你没看到吗？棉花糖说把哪吒玩具借给皮皮了。我没有借棉花糖的哪吒玩具啊。其实皮皮，对不起，云朵妈妈，哪吒玩具被我弄丢了，我怕被你批评就说了谎。你云朵，是不是你太严厉了，看把孩子吓的。难道真的是我太严厉了，吓到了棉花糖？棉花糖，你把玩具丢哪儿了？跷跷板上。没关系，别哭了，妈妈带你去找找看。哇，我的哪吒没有丢。谢谢云朵妈妈帮我找回了哪吒。犯错误不怕，勇敢承认错事才是好孩子，你能做到吗？能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。
节约大作战。奶奶，吃水果，这是我洗的。好好好。奶奶，您都好久没来了，我都想您了。快擦擦手，手上都是水。啊，怎么用这么多纸啊？这才能擦干净啊。云朵妈妈，糖醋排骨太好吃了。把嘴巴擦干净。棉花糖不能用这么多张纸，太浪费了。那我擦不干净啊。奶奶说的对，要是用纸擦不干净就去洗脸好了。乌拉拉，我是一只小妖怪啊，我还真是有扮鬼脸的天赋。棉花糖，刚才是你用了洗手间吧？嗯，是啊，怎么了？跟我来，快关掉！你这得浪费多少水呀？下次不许再这样了。奶奶真是小气鬼。棉花糖，我回来了。好漂亮的台灯，谢谢蓝天爸爸送我的礼物。不用客气。真是越看越喜欢。棉花糖，你这台灯开了一夜。是呀，很漂亮吧？而且这样晚上我想去上厕所就不会害怕了。这得浪费多少电呢？有什么关系，一个小小的台灯而已。洗手间的灯也亮着，是不是你忘了关啊？可能是。棉花糖，这样太浪费资源了。要知道，我们用的水和电可不是凭空就会出现在自然界里的。奶奶小气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奶奶说让你节约是对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擦手一次只能用一张纸。哼，云朵妈妈真偏心。棉花糖，我去小苹果家一趟，跟小苹果妈妈约好了，你和奶奶看家啊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我一定照顾好奶奶。好的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我要吃个痛快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下子黑了？奶奶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棉花糖，奶奶来了。棉花糖，别怕，奶奶来了。奶奶，为什么灯一下子黑了呀？应该是停电了，别怕。哎呦！奶奶，您怎么了？哎呦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有办法了！嘿，哈，哈哈。为什么灯都关了，都睡了？云朵妈妈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停电了。真是抱歉，今天上午啊，我就想着买电来着，可是忘了。幸亏呢，手机随时可以买。奶奶，您没事儿吧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当时啊，好像摔在什么软软的东西上了。是摔在米花身上了，米花成了气垫儿。平时少浪费一点水和电，今天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奶奶，您说的对，节约不等于小气，我记住了。这就对了。